5年前，我其实是一个有一点点封闭自己的人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的快男的导演组找到了我，把我带出来，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参加了一个对我来说很陌生的比赛。本来我有一点点，也不知道，我很矛盾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唱歌的这一块料。直到我海选的时候遇到了尚雯婕，他给了我很大的信心，他今天也在现场。我希望今天的演唱会，这一整场下来，能够让尚雯婕觉得5年前那个海选里面那个有点神经叨叨的小孩，让他一个人去力挺，他没有选错。5年前，我是一个很害怕外界的人，我甚至中途想过要退出比赛，理由让人觉得很可笑，仅仅只是因为我害怕当明星，害怕把自己的音乐拿出来跟大家分享。我总觉得我自己在我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面活着挺快乐的，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走到大众的视野里。而且我那一段时间有时候会经常看一下微博，然后我的微博下面有很多的人在给我留言，有很多人关心我，很多人喜欢我。我当时很害怕，因为我觉得这么多人喜欢我，我要怎么来回馈你们。后来我找到了一个方法，就是你们都在关心我的时候，关心我睡得好不好，吃得好不好，那我就想，那我就让自己活得自由一点，活得让你们觉得你们每次看到我的时候都是无忧无虑的，然后告诉你们我每天有吃好睡好，即使我今天生病了，我也老老实实地告诉你们我今天生病了，我们就像家人一样，不隐藏不隐瞒。那除了我的狗子，我是不准备跟你们分享的。这个是我不想分享的。但我那只狗很可爱的，但是你们看不到的。叫什么？好，在5年前。我在一次演唱会上，我跟大家说，您知道，其实我是一个很害怕承诺的人，因为我觉得我怕我一旦做了承诺我做不到，
我会觉得这样的自己很糟糕。不会，但是我5年前，我鼓起了一次勇气，我站在舞台上，对着你们，做了一次我对你们的第一个承诺。我说，在未来，不管是5年、10年、15年、20年，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站在舞台上，对你们说一声，你们选择我，跟随我，没有错。所以到了5年，我今天，我想站在全国最大最大的体育场，站在一个很多歌手都梦寐以求的一个舞台上，拿出我的成绩来告诉你们，这5年来，你疯了，你们选择我，没有错。我原本今天也想今天最后一首歌唱我结束，但是我觉得5年了，我成长了，你们也成长了，所以我写了一首新歌。我觉得从今年开始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走进一个新的世界，跨过5年，然后跟我一起到一个新的火星。